请问里面这位姑娘，你跟立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呢是最常进出立冬家的双人组，还说我们在冬天最能温暖立冬的心，哎呦，就爱跟冬窝一起。哎，我以为会用那个变声麦克风，如果是用变声麦克风，那已经是细小瓜加阿修，是是是，差不多这种组合。那这个声音，但是这个声音是本人的，熟悉嘛，所以偶尔听出来，听出来，而且跟你窝在一起的，哎，还窝在一起呢。好，来欢迎两位关系人出场。一直来，你们是如何成为好朋友哈？我们算是在通告上认识的。对。那我是因为他认识的，他介绍我们认识。大家一起上通告久了啊，就是下班大家一起去吃饭。那立冬难道没有出手吗？这个不好说，不好说，这个不好说啊，就说吧。出脚啊？对啊，聊聊看嘛，聊聊看嘛。还有什么秘密是逃得过我的法眼啊？就我们都会一起去他家吃火锅啦，火锅不是玩游戏，不是在被窝，然后圣诞节都交换礼物，这样每一年交换礼物，几人出几趟，封闭啦，习惯了，封闭啦，实质上的啦。那看这个立冬啊，也算是事业上越来越有进展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也这个从代班里面，今天也总算被淘汰了。是这样，是光荣结业，光荣结业，对。我们读书也都会毕业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、加油加油了哈！好，我们两个继续留校查看，好吧 ？OK 啦，你们继续。今天我们要欢送他，来一个欢送的表演，好不好？精心策划的表演，麻辣火锅一直吃。哎呦，吃火锅。加什么料？下全往火锅里。星星草。哇，有影射的意味吗？下火锅我最爱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就是就是要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再加一点汁。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捞一条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打。哇。什么事情？地震！哇，怎么了？有地震！啦，有地震，好可怕哦！啊，躲起来！啊，对了，有地震，要躲起来！哎、欸！哦，发生了！哪里？怎么了？什么啦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要下去吗？前面好像很好玩呢。哎，他在干嘛？哎，你在冲啥？下面来换衣服。里面还这么多人，14人桌，哎呦。Don't need no holder, taking control of this kind of moment.I'm locked and loaded, completely focused, my mind is open. All that you got, skin to skin, oh my god. 哎，来啊你！哎，阿祖，哎，这家麻辣锅店在哪里啊？对啊，地址给我看吧。哦哟，来没啦？莫啦。有这么爽吗？我真的会哭。那你在？
I'm a boss. I'm a bitch and I'm awesome. I'm a shine like glue. I'm a boss. I'm a bitch and I'm awesome. I'm a bitch and I'm awesome. I shine like glue. I'm a bitch. I'm a boss. I'm a bitch and I'm awesome. I'm a boss. I'm a bitch and I'm awesome.细胞球了，哦耶！真的king哎，真的king哎！哎，真的都要说疯了，干嘛？哪有这样子啦？这个走心，我也不要做了啦，我帮我做一起告别了。要换手，哎，要被换手。你找一个人来代班吧。不是，有诚意，在这里。芝芝一个，艾荣一个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了，办一场，办像这种也办一场。心得心得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吓到了，哎，真的亲哎，有唇印哎，你旁边这个唇印还在，我的妈！哇，他是说就是假亲他，然后我们觉得哦，我们都那么熟了，就直接给他最后一吻吧。最后一吻，最后一吻，轻轻吻别啊，一个吻。我听说立冬三更半夜，喝醉酒还会打给芝芝。对，哇，他喝醉酒会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会撒娇，撒娇，他说你在干撒水饺吧，就是撒娇啊，撒娇，哎，半夜喝醉打的那个人真的很亲密的人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半夜打，嘿，会接电话才是问题，喂。You got the point， 就说你们是不是有一腿？对，你没有啦。就说你是不是烟雾弹？我要讲，而且他们两个昨天去吃火锅，没有揪我。哦，不是。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们两个昨天呢是有共同朋友，对对对，然后呢约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过去的，真的吗？对，你调那个监视器，有有有，真的不是四个人，四个人，我看这个事情快要纸包不住火，是啊，纸包不住火，对，包不住了，纸真的包不住，没有，因为他比较晚睡啦，啊，他真的很晚睡，我们都很晚睡，他为什么就是跟他特别好？对哦，我们也有电话，我们就没有这样联络过，没有约我啊，约你吃饭你会去吗？约高尔夫球我也去，我会打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打得怎么样？打得怎么样？不，就还在刚学而已。握杆怎么啦？哦，不是啦，这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是我的车。直接抢杯！哎，你哪里啊？绿灯，绿灯！今天先怎么啦？我还没烧掉，还没不要走。OK OK 哦，今天这个表演太棒，太厉害了！哎，保温用哎，他整个捞欠瓜，你看看。哎，不是我毛衣起毛球，穿太多了，没有毛起球。我们起毛机已经不太好，起毛机。起毛机。对呀，真的，不过太棒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再次热情给他掌声鼓励，地棒球。